巴黎古董双年展，然后这个是整个一个 Chanel 的展览厅，然后里面有之前在北京、巴黎，然后都有展过的一些珠宝，然后还有一些新的作品，然后就像有几款新的手表，是 Chanel 的那个屏风上面的一些小图案，很具中国特色的小图案，然后放在手表里面非常漂亮。跟那个就这个完全不一样，就这个比较不简单的，然后那个就会有感觉，你知道很诗意，很浪漫。然后，因为它，就这个本身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像那个中国风上那些花啊鸟啊。然后它那个截取那些图案放在手表上，就整个手表就变得很浪漫的感觉。